这个桥要断掉了。桥从中间轰然断裂，几乎断成三段，民众吓得尖叫。大陆贵州龙亭大桥八号发生恐怖垮塌，七号都已经拆裂了，七号都管制了的，它是60年代建的，重建是一定要重建的，这个问题要看政府办那边怎么处理了。龙亭大桥年久失修，七号桥面开裂，当地警方紧急发布公告，为确保车辆安全通行，对部分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。想不到才隔天桥就垮了。昨天垮了之后，安排有人持续在进行清理的。幸运的是，及时封桥，未造成人员伤亡。镜头转到大陆山东，深受游客欢迎的泰山景区，七号当天下起超大豪雨，山路台阶变成瀑布。下去的时候，我的鞋都差点被冲掉了，脚就是一抬就要被前面冲一段路，那个冲击力特别大。泰山景区七号临时闭园，部分线路八号恢复开放。景区回应，此次暴雨未造成游客伤亡。TVBS 大运动家，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，马上下载，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